家简尘除突击篇回归，要来验收看看我们帮助过的屋主有没有好好的维持改造后的环境。我们今天要突击的是 Mdm Koh。今天和我一起突击检查的是 Kevin 和 Sun。那你们清楚今天的责任是什么吗？清楚。要确保 Mdm Koh 的客厅是整齐，没有乱堆杂物哦。然后不合格的话，就要惩罚 Mdm Koh 没收他的家具。还有一点哦，就是每多一样杂物，我们要罚他100块钱。哦，那给你，你敢拿吗？敢，因为不是我的钱啊。希望不用了，希望不用了。我们走吧 ，Let's go。OK。对哦，是这间哦。是的，对。没有人在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就大声哦。Hello。Yeah。你在家吗？在家。我在你门口，你开门你就知道了。我不在家。你不在家，谁在家？有人在家吗？Mdm Koh， 你自己嘞？几点回来？我会出去嘞，因为我等下直接做工了嘞，因为我现在在 做 massage。哦，你的 massage 几点完？可以先回来一下吗？哦，这样啊。啊，也可以啊，不过我又没有什么时间，可以去走一下，我看怎样，我 massage 一个钟头而已。OK， 我等你啊。你去走一下哈。OK 啦，我们打电话给 Mdm Koh 了，他说他在外面办完事之后呢，他会赶回来。可是到底他会不会赶回来，我不知道了。他叫我们去散步，所以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？等。等啊。哇！哇！哇！你看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走先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哇！你刚才去按摩啊？是不是对这次的突击检查很有信心，所以你觉得你可以去 relax 一下？不是啦，脚痛啦。可是你会紧张吗？你会紧张吗？看哦。哇，我看你们怎么？我看你这样，我也是担心哎，你不要吓我嘞，我是对你有信心的嘞。OK 了，我们走了，我们去看一下。OK，Let's、okay? go。可是你看起来好像不紧张嘞。是哦，这样是最好的，对吗？我们对你有非常有信心。OK， 现在我们要进去了啊。等一下，开灯看一下。哇哇，我是有惊喜到了，你们呢？外观看起来是很外观，对。可是你的橱柜里头是不是很乱啊？不清楚。第一眼看到是可以 pass， 可是后来我开到那个小卖部的橱柜，我就觉得，就是比较仔细、比较细腻的东西，还是没有去解决了。我觉得全部都 OK， 除了沙发。为什么那么好看的沙发要放一个布盖着？而且它布已经破烂了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如果我是观众的话，我觉得巴萨，因为他的东西都没有乱乱放。以他的习惯来看来，我觉得已经 not bad right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因为他在外面，他其实没有在外加其他的东西。对啊，旁边那边白色的东西，其实有加上增添你的那个设计。有没有觉得有不同的颜色，啊、又有一点复古感。哦呀呀，挺不错。OK， 所以现在是最紧张的时刻了，我们要宣布我们的选择到底是过关还是不合格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！过关，你的沙发跟桌子不用被搬走了。感觉如何？感觉如何？很高兴啦，因为他们也是希望这次的东西会做到比较圆满这样啦，不要搬走我们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很喜欢这两套桌子跟沙发对吗？因为都是你们一家人可以坐下来聚在一起，好好的享用这个空间。Mdm Koh， 我真的是为你感到骄傲，因为讲真的，坏习惯是改变得了的，你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了，所以在这里继续加油，加油！你可以上 MiWatch 免费学习选看更多家简尘除的视频。